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文。《弟子规》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啊，不知道。圣贤教你有礼貌。有礼貌。圣贤让你变乖巧。变乖巧。孝顺守信又仁爱，读书学习样样好。样样好。大家来学《弟子规》，学了变成乖宝宝啊！乖宝宝。《弟子规》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文。父母呼，应勿缓；父母命，行勿懒；父母教，须敬听；父母责，须顺承。冬则温，夏则静，晨则省，昏则定。出必固，反必面，居有常，业无变。事虽小，勿擅为；苟擅为，子道亏。物虽小，勿私藏；苟私藏，亲心伤。亲所好，力为具；亲所恶，谨为去。身有伤，贻亲忧；德有伤，贻亲羞。亲爱我，孝何难；亲憎我，孝方贤。亲有过，谏使更；怡无色，柔无声。谏不入，悦复谏。豪气随，挞无怨。亲有疾，药先尝；昼夜侍，不离床。丧三年，常悲咽；居处变，酒肉绝。丧敬礼，祭敬诚；视死者，如视生。兄道友，弟道恭；兄弟睦，孝在中。财物轻，怨何生？言语忍，忿自泯。或饮食，或坐走；长者先，幼者后。长乎人，即待教；人不在，己即道。称尊长，勿呼名；对尊长，勿献能。禄遇长，即趋揖；长无言，退恭立。骑下马，乘下车；过犹待，百步余。长者立，幼勿坐；长者坐，命乃坐。尊长前，声要低；低不闻，却非宜。进必趋，退必迟；问起对，事勿疑。事诸父，如事父；事诸兄，如事兄。朝起早，夜眠迟；老易至，习此时。晨必贯，兼漱口；便尿回，辄净手。冠必正，纽必结；袜与履，俱紧切。置冠服，有定位；勿乱顿，致污秽。衣贵洁，不贵华；上循分，下称家。对饮食，勿拣择；食适可，勿过则。年方少，勿饮酒；饮酒醉，最为丑。贪电玩，迷电视；伤眼神，微心事。冰冷饮，垃圾食；坏肝肠，积毒素。此四害，言一事。无长幼，宜节制；不从容，立端正。揖深圆，拜恭敬；勿见欲，
勿避已，勿积聚，勿摇臂，缓接连，勿有声，宽转弯，勿触棱，直虚气，如直盈，入虚室，如有人，事勿忙，忙多错，勿畏难，勿侵略，斗闹场，绝勿进，邪僻事，绝勿问，将入门，问孰存，将上堂，声必扬，人问谁，对以明，吾与我，不分明，用人物，虚名求，倘不问，即为偷，借人物，及时还，后有急，借不难。凡出言，信为先，诈与妄，奚可焉？话说多，不如少，唯其事，勿佞巧，奸巧语，秽污词，是谨气，切戒之。见未真，勿轻言；知未地，勿轻传。是非宜，勿轻诺；苟轻诺，进退错。凡道字，重且疏；勿急急，勿模糊。彼说长，此说短；不关己，莫闲管。见人善，即思齐；纵去远，以见机；见人恶，即内省；有则改，无加警。唯德学，唯才艺，不如人，当自砺。若衣服，若饮食，不如人，勿生戚。闻过怒，闻欲乐，损有来，亦有却。闻欲恐，闻过心，直量事，见相亲。无心非，名为错；有心非，名为恶。过能改，归于无；倘掩饰，增益孤。凡是人，皆须爱。天同覆，地同在。性高者，名自高；人所重，非貌高。才大者，妄自大；人所服，非言大。己有能，勿自私；人所能，勿轻资。勿谄富，勿骄贫；勿厌故，勿喜新。人不闲，勿事搅；人不安，勿话扰。人有短，切莫揭；人有私，切莫说。道人善，即是善；人知之，欲思勉。扬人恶，即是恶；即知甚，或且作。善相劝，德皆见；过不归，道两亏。凡取与，贵分晓；与宜多，取宜少。将家人，先问己；己不欲，即速已。恩欲报，怨欲亡；报怨短，报恩长。待婢仆，身贵端；虽贵端，慈而宽。是福人，心不然；礼福人，方无言。同是人，类不齐；流俗众，仁者稀。果仁者，人多畏；言不讳，色不昧。能亲人，无限好；得日进，过日少。不亲人，无限害；小人近，百事坏。不力行，但学文；长浮华，
成何人？但力行，不学文，任己见，昧理真。读书法有三道，心眼口，信皆要。方读此，勿慕彼，此谓中，彼勿起。宽为限，谨用功，功夫道，至色通。心有疑，随札记，救人问，求却意。房事清，墙壁净，积案结，笔验证。墨磨偏，心不端，字不尽，心先病。列典籍，有定处，读看毕，还原处。虽有疾，卷数齐，有缺坏，就补之。非圣书，秉勿视，必聪明，坏心智。勿自暴，勿自弃，圣与贤，可循志。休息一下，待会马上就回来喽。学堂，大家来读《弟子规》。凡是人，皆须爱，天同覆，地同在。性高者，名自高，人所重，非貌高。才大者，望自大，人所服，非言大。今天夫子要教给 Melody 的是爱，爱，我知道，就是 L-O-V-E love。 那夫子为什么喜欢师娘呢？因为夫子和师娘很投缘啊。师娘很投缘，那头扁扁的就不行吗？投缘的意思是说两个人很有默契，相处起来很愉快，跟头是圆的还是扁的没有关系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 Melody 也算跟夫子很投缘吗？那是当然的咯。不过夫子和 Melody 这种爱是小爱，夫子今天要教的是大爱。大爱？那请问夫子什么是大爱呢？只要是人，不论族群、人种和宗教信仰，都应该要用爱自己的心去爱别人，就像天和地都是用同样的爱去爱世界万物一样。所以我们要爱每一个人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没有错。可是有的人就是很讨厌啊，我没有办法爱他们。所以我们要先让自己变成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人呢，才不会让别人讨厌我们哦。那要怎么做呢？一个品德高尚的人，别人自然会敬重他，而他的名声自然很崇高。不过大家敬重他是因为他的人品跟修养，而不是因为他长得比别人好看。所以长得比较帅、比较美的人也没有什么好处嘛。也不全然是这样，只是一个人的品性远远比他的外貌重要很多很多。有才能的人，处理事情的能力也就特别卓越，自然有很高的声望。大家欣赏他，不是因为他会说好听的话，而是欣赏他的处事能力。所以有才能的人才会受到大家的喜欢吗？可是我很喜欢夫子，不是因为夫子很有才能啊。啊，不是因为夫子有才能啊。嗯，只是因为喜欢夫子，所以喜欢夫子。就算夫子一点才能也没有，我还是会喜欢你啊。所以夫子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一定会一直喜欢你的。 Melody 啊，夫子真的是没有才能的人吗？假的。
皆须爱，凡事人皆须爱。天同覆，地同在，天同覆，地同在。性高者，名自高，性高者，名自高。人所重，非貌高，人所重，非貌高。才大者，妄自大，才大者，妄自大。人所福，非言大，人所福，非言大。今天教的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我们从头来复习吧，越读记越熟哦。没问题。凡事人皆须爱，天同覆，地同在。性高者，名自高，人所重，非貌高。才大者，妄自大，人所福，非言大。己有能，勿自私，人所能，勿轻资。勿谄富，勿骄贫，勿厌故，勿喜新。人不闲，勿事搅，人不安，勿话扰。人有短，切莫揭，人有私，切莫说。道人善，即是善，人知之，欲思勉。扬人恶，即是恶，即之甚，或且作。善相劝，得皆见，过不归，道两亏。凡取与，贵分晓，与宜多，取宜少。将家人，先问己，己不欲，即速矣。恩欲报，怨欲亡，报怨短，报恩长。待婢仆，身贵端，虽贵端，慈而宽。事服人，心不然，礼服人，方无言。读经越读越好玩，我要再念一次。好。凡事人皆须爱，天同覆，地同在。性高者，名自高，人所重，非貌高。才大者，妄自大，人所福，非言大。己有能，勿自私，人所能，勿轻资。勿谄富，勿骄贫，勿厌故，勿喜新。人不闲，勿事搅，人不安，勿话扰。人有短，切莫揭，人有私，切莫说。道人善，即是善，人知之，欲思勉。扬人恶，即是恶，即之甚，或且作。善相劝，得皆见，过不归，道两亏。凡取与，贵分晓，与宜多，取宜少。将家人，先问己，己不欲，即速矣。恩欲报，怨欲亡，报怨短，报恩长。待婢仆，身贵端，虽贵端，慈而宽。事服人，心不然，礼服人，方无言。同是人，类不齐，流俗众，仁者稀。果仁者，人多畏，言不讳，色不昧。能亲人，无限好，得日进，过日少。不亲人，无限害，小人近，百事坏。不力行，但学文，
长浮华，成何人？但力行，不学文。论己见，昧理真。读书法，有三道：心、眼、口，性皆要。方读此，勿慕彼。此谓中，彼勿起。宽为限，仅用功。功夫道，至色通。心有疑，随札记。救人问，求却意。房事清，墙壁净。积案结，笔验证。墨磨偏，心不端。字不尽，心先病。列典籍，有定处。读看毕，还原处。虽有疾，卷数齐。有缺坏，就补之。非圣书，秉勿视。必聪明，坏心智。勿自暴，勿自弃。圣与贤，可循之。